只需要一个鸡蛋就可以做出如此漂亮的蛋花水晶糕。Hello， 我不是渣男。这一道甜点是我花几百块大洋去一家米其林酒店里面偷学回来的。其实当时上菜的时候，我还一度怀疑我自己的智商，为什么一个鸡蛋可以卖几百块大洋？后来我吃了之后才发现，蛋香十足，发现真香。虽然制作方法非常的相近，但是它用到的材料我绝对比不上，它的牛奶跟鸡蛋估计比我贵好几百倍。其实高级餐厅，你不单只是吃它的菜品，还要体验它的服务跟环境。如果有能力的话，还是在家做吧。